就内核事情。像我先生比我大五岁，所以我们如果是参加他同学的那个聚会或者是那种喜酒，你就会感觉哇，现在还看着就是，那个狗，那个什么，叫叫那出来，是嘛？要不要去买呀？太干了，哎，那个不给了，不要买了，哎，什么都不要买了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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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哎，真的哪一个？你真的哦，你想想你好美丽哦，这是阿秋吗？对啊，这好像去毕业旅行的时候照的，银树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陈银树，陈银树，我六六拍啦，我有跟他那个，跟他喏，还跟我讲这，跟他我看到已经毕业，行李间在这里，不要啦，哎，你两个之前在讲工，在讲工人的啦。像哦，年轻版对对对，先讲工啊，姐，这里面像讲工在讲宋美龄，这里面是另外啊，你不欢迎你，哎，宋英婷，那个什么人啊？做那个好像，真的没变哦，你呀、啊。丽丽，来来来，这个是啊，回家该的。这里还是啊，哎，这里好像都是从头路的。啊，我是，我是四位啊。你不会毕业旅行吗？你看这样好像，像不像？你咖啡、红茶、绿茶、洛神。洛神。哦，洛神。冰的、热的、冰的、热的，对啊。冰的、热的，我冰咖啡不要加茶叶。那就很方便。旁边用我的账，你要都没留底，随便照。我等一下会传到 FB。美丽耶。跟一个讲话哈，好，一左边，哎，你也坐座位啥的啦，真的啦，盖小姐，盖小姐，啊，盖小姐一起上，我是天下第一大叔不完啦，住在梅是讲公的，梅山的梅米，来来，你要天哪，爱啥别是秀的，我不用啊，不要不要的啦，我是天雪的，跟我组装。辛苦了，客气。哈哈哈！外镜头嘞，真贵哦。看来有没喝一些啊？他要跟你干杯哎！哎，没有照到吗？有，有呢，直接一个杯子。特效，一个杯子也有特效。我阿张笑死我，我正多食饱，我等下爱揪一下，你也无你等一下你等一下
啊，刮的咱就干，咱你几张来刮。那两张脸，那你说先讲一下，现在剩，剩三百，剩三百五了哈。他说要买那个刮刮乐两百的两张嘛，哦，这叫生意房，集体的是有两张，那如果私下要买的。再你今天做工又做了，工，哎呀，你讲你。
你甲讲的吼，你甲讲的做了。哎，很恐怖哎，基金好吧？不行，因为你来了，我一定要进啊，心息就好啦，对啊，心息就好。哎，这个不要紧，我在多啊，还省嘛，我省到。哎，我这个电话已没火去啊，火也没搞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个，小心哦，就不能全部都给他集中在一起，都是他在保管。比如说，咱是要给保管囡仔，还是要给保管婆啊？啊，就是卖给。其实都没有，都都没有用啦。那个拜医师就好了啊，那个都没有用。那要本人啦，我本人他爸爸就是本人。我跟你讲啦，那个是里面报纸里面是。我想讲，哎，你是提前给骗的。它是报纸里面是黄金还是？好，所以。你们都不晓得是哪一个字。这是我的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我自备卖，我卖四零九。以后都填一条。我家这款的，那你的，我是假提一个。嘿，这就是遐，就是这样玩。啊，有人，有人介绍。啊，黄啊，先生啊。啊，紧嘞，紧嘞，看遐，你都看呐。给我介绍姐。你哥看的。哦，沿海啊，遐有坐啊玩呐。啊，你出去外口吼，看的角度阁无同的，所在不同。对啊，出去跳咧就跳咧。哈哈哈哈哈。怎样啦？我应该。你要找他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电话。你来五八八。对。你也要转型。没啊。哎，我觉得桥过去一点，快些。哦，收到吗？来来来，